今年无欢呼请表扬，因为受到疫情冲击，虽然无法度举办公开活动，不过伊伫乡公所配合防疫规定，由乡长刘启鹏一一前往乡内十三村的无欢呼请厝内，挂无欢呼请的红布条，赠送呼请节礼物，也佮有五星饭店的用餐礼券，并且佮来翕相留念，或者受表扬的无欢呼请，佮家属感受到公所的用心。今年溪堤乡的模范父亲表扬真特别，乡长率领议员代表村长巡回十三村，个别来表扬模范父亲。啊，受到疫情的影响的关系吼，啊，今年父亲节吼，啊，溪堤乡公所就选择着啊每村吼每户去甲咱的这个模范父亲吼做着感恩的这个动作吼。啊，今年真特别，咱较早过去吼，拢伫咱公所啊共同十三村的模范父亲吼一起聚餐，但是因为疫情，啊，咱就啊买着五千几的饭店的这个餐券吼，啊来赠送予咱的模范父亲，感谢因的辛劳甲着辛苦吼。溪堤乡表扬十三村的模范父亲，其中有一位身心障碍代表，总共是十四位。啊，咱客堂吼赠送着鸡卵糕，啊，甲着咱五千几的饭店吼，云品酒店的这个餐券吼，啊，咱再家己确定来去预约安尼吼。表扬用这种的方式啊，你感觉啥款？哦，袂歹啊，我感觉真成功啊，袂歹。对这个真有照顾呢。好欢喜无？有啊，足欢喜的。啊，啊有啥物话要讲的无？无啦，当感谢就对啦，感谢大家，安尼，给阮有这个机会安尼。其中，东堤村退休老师黄金照，教育四名子女优先，两名是公务员，两名担任教职。今年代表溪堤乡接受县府的表扬。那这个教育环境吼是这样子传承下来，那这一生当中呢，我觉得真的很感念我爸爸这样子的付出。当初也是有受到我们黄金石老师的教导哈，所以哈他在家里的付出，的辛劳，以及在学校的付出的辛劳哈，非常的感谢他。也祝福这一次的模范父亲哈表扬哈，他是我们的典范。因为受到疫情的冲击，溪堤乡无法度来举办模范父亲的表扬活动，但是公所真用心，一一来献上祝福，或接受表扬的模范父亲甲眷属真感谢。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